那就剥一口明太。我进入巴山，随便选了个空位坐下，雨点越来越大，伴着湿冷空气落下。一位阿姨她抓着我，问她该怎么走，但我不敢回答，就靠她握住我的手。我说在这个站台没多少人能够看清楚，满天飞的信息大多来自学生鹦鹉。站台旁的巴士信息牌只剩一片白色，不知道哪路巴士会来着。有人刚到站，他的巴士就刚好到，等了几年的人被承诺的有一点好笑。接受或更换线路该怎么选才好呢？而有人刚出生，就有人为他备好跑车，跑车经过我身旁，听呼啸的声浪，后座后腿这里都是满屏跨住认真棒。无语分流的时代，所有人不择手段的前进，尊严是如此便利。那被塞满的巴士里，填充着拥挤的梦，哦，少年和他自己迷茫的向前移动，攥着没法退的车票，心哼着歌 like he knows。那被塞满的巴士里，填充着拥挤的梦，哦，少年和他自己迷茫的向前移动，攥着没法退的车票，心哼着歌 like he knows。Like he knows, like he knows。一个能说服自己的借口，投机者很浮躁，因为他总能不到，看哪里石头正好，就以为能够挣到，看哪里巴士刚过站，就急着往哪里奔跑。可巴士刚刚才来过，下一趟再来该多久呢？年轻人等到巴士来到，他却错过了。短视频吸引眼球，他跟着节奏点头，看到车尾灯才拍着腿发起了愁。但是命运也没对耐心的人眷顾，这么多年人等待着那点变数，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年轻人羡慕，可到站的下辆也不是他线路。巴士里填充着拥挤的梦，哎，看他自己迷茫的向前移动，攥着没法退的车票，紧哼着歌 like he knows。那被塞满的巴士里，填充着拥挤的梦，哦，少年和他自己迷茫的向前移动，攥着没法退的车票，心哼着歌 like he knows。 耐心的人终于等到了，周围人为他鼓掌，但聚焦的光线无视了阴影处的土壤上，一位老者盯着马路仍然专注，据说他从成年起就没离开半步，说他是失败者，人们都嘲笑他的失态，说他爱空想做梦没能够顺应时代。那些的人成了明星，故事也被人追捧，但很多同类像老者般悲剧失败者归拢。但老人并不在意，追梦的人和处理者们都互觉怪异，人生的巴士站又能否找到角色代替，而你的巴士何时过来载你看到金山，谁都像这一个烧时发光的眼神，有多少剩余的不断摸爬到终点，有点不懂到终点，谁有资格定义谁是胜利者？切。